里？寄日本。寄哪一种？快捷吗？普通的大概要几天？要完全没办法告诉你正确时间，要放别的了哈。没有，就是口罩。那就小包，好，三块信封的钱。好，写这个，要贴在这个信封上面。申请许可号。下一号就换我了。你写这个，你的住址，日本的住址里面什么东西？哎，哦，不是你要，还是你要用快捷？快捷会比较好吗？比较快啊。哦，好，也可以啊。就说现在每个国家那个寄这个东西比较慢，会比较慢到，但是话是两三天就到。然后跟你讲，这是你的住址，住址，你的，这是他的，他的，然后里面什么东西？这边签名。好，然后这边来，这是你的住址，是日本的住址，那是什么东号？然后等一下，我们还有这个信封可以免费给你，这个是快捷的信封。好像有点太急，有点太急。看一下，这边这个。谢谢，可以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我现在可以这样封口吗？可以啊，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在里面？没有，就是这样封口。双面胶。哦，好。这上面有双面胶吗？什么东西？这要放哪？这要七七，你排七号，你排七号，要排队。七号。对。这边你就在现实啊，因为你寄这个，他才会有单子。那我报关单还要写吗？绿色那张？不用啊，那就不用，那就是这个就比较。哦，就这张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算称重吗？重量大小都会看，所以现在的话是以重量计费。哦，就会有一张那个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你那个只有一个白色，不会写电梯那个收件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先寄这一次看看啊，如果之后的话再试试看小包。对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。这个的话是箱子小包，然后65块钱。对，那你的运费你有问他吗？没有，可是他。我之前另外一柜他建议我寄小包，他说因为现在都 delay 10天到14天。哦，10到14天，5天以内。我那个是快捷，最快的。啊，你也要写这个申报单。对。哦。美国是走这个 OK 就对了。第一次寄申报。好。对。他看起来很烦躁，现在很混乱。对，谢谢你哦、喔，谢谢谢谢。啊，现在邮局现在有卖非常多的东西，像照片，很特别、欸。这些东西，很多东西，然后还有自动化。